1月4日，河南信阳，由于天降暴雪，婚车无法行驶，致使一对新人婚礼受到影响。当日新郎表示，不管怎么着，今天必须把你接过来。为了顺利迎亲，新郎找来拖拉机当婚车，绕着信阳转了一大圈，花了8小时，最终把新娘接回家中。事后新娘翟女士表示，虽然又好气又想笑，但是很惊喜，也终身难忘。